吴京在社交媒体晒照并留言回娘家喽，而且照片中还有个小宝宝，这一看就是无所谓啦。照片中吴京穿着迷彩服，一手扛着箱子，一手推着箱包，而他儿子无所谓坐在箱子上，而看到旁边有人在看吴京，这是在回娘家吗？更像是打仗，哈哈。吴京尽显硬汉形象，肩上扛着一个巨大的箱子，看起来很重。儿子无所谓坐在行李箱上，吴京用另外一只手推着儿子向前走，可见对儿子的宠爱，却不见太太谢楠，想必是在给他们俩拍照吧。也有网友看照说，我老公吴京太接地气了，竟然亲自扛起大箱子，像赶春运一样。这样确实挺像的，这一身穿着挺帅气的。不过粉丝们很心疼吴京啊，那么重的行李也不带个助理来帮忙，也不舍得让儿子自己走，坐行李箱上亲自推着多累啊，还有个大箱子。不过这说明吴京不耍大牌，是个很接地气的明星，更是好爸爸好丈夫。